达卡尔知道吗？对咱们赛车手来说，是勇气和毅力的象征。这段日子我开赛车，我找到了很多东西。我不仅要开赛车，我还要进军达卡尔，战胜于太阳。那是中国赛车界的传奇人物。你如果想赢了，只剩理论上的可能性了。弄他，弄。达卡尔资格赛取车手积分榜前六名，谁都拼不过咱们飞驰。加油，干就完了。飞驰这样规模不大的车队，最缺的是资金。飞驰车队不一合，咱们赛场见。这么窝囊输给魏千里，我不认。你过弯能不能把速度调上来？往前贴呀！下一个赛段还是这样 ，C4RC 肯定没戏了。你在外事肯定大有作为啊！我们拿你当朋友，你拿我们当什么？我从来没想过利用你们任何人。赛车难道真的是一项孤独的运动吗？你一定要紧紧地跟着你的制作组。如果想在达卡尔的赛道上赢过于太昂，就要先成为他。帮我继续幺六。达卡尔随时飞镖。一个都不能走，咱们一起妹妹。真正的朋友都能跟你腰相呼应。我等的这一天终于来了。